在迷你里居然可以玩蛋仔了，这是真的假的？就在今天，土豆给我发了这样一条消息。巴拉巴拉，你快看，在迷你世界居然可以玩蛋仔了，就是这张地图。蛋仔派对模拟器，这该不会又是那些拿蛋仔噱头骗小伙伴们下载的地图吧？绝对不是，小伙伴们说，你只要玩了这张地图就一站有啦。收到。这就是迷你里的蛋仔派对，这是蛋仔岛，这是蛋仔的宣传海报，这是摩天轮，简直也太像了吧！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这张地图和蛋仔岛像不像呢？觉得像的扣一，不像的扣二。哦，没想到这个钢琴居然可以发出声音，这个细节必须给作者点赞。前面还有摩天轮，那我试试可不可以坐上去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怎么直接在空中漂浮起来了？这是摩天轮还是魔术呀？不是，这下我连按键都动不了了，我怎么下去啊？在地上的这个黄色问号箱子，我估计就是蛋仔派对的道具了。果然，这是传送门，这是咸鱼棒，使用起来和蛋仔一样，只能攻击三次，还有弓箭、地雷、排球。屋子、箱子都被一一还原了，这好像我真的在玩蛋仔派对。只不过这个道具，我和土豆硬是没猜出来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能猜出来这是蛋仔的哪个道具吗？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盲盒机，不仅有国宝特工皮肤，还有红小豆、东东羊、长草岩团子。正好我还剩100单币，看看能不能欧皇加身抽到一个盲盒皮肤。30枚金币，没想到我在蛋仔抽不到皮肤，在迷你一样抽不到皮肤。刚毅退钱！哦不不不，迷你退钱！哎，如果你运气不好的话，那就可以去潮流商城，里面全是直售的皮肤。但是奈何我囊中羞涩，还是看看就好了。这边有僵尸博士、大脸鹅、水波蛋等等，喜欢的小伙伴可千万不要错过哦。像我还是最喜欢去旁边的换新物，换一个不要钱的蛋贩子皮肤。这个蛋贩子怎么是这样的呀？你们见过2只半圆叠加在一起的蛋吗？但是我们开启滚动之后，这个奇怪的蛋贩子居然神奇的还原了。真是小刀划屁股开了眼了。什么？你问我怎么用气呢？那简单，直接点击这里就可以了。而且这张地图除了金夏乡，基本上全都给复原了。有炸弹仔、落雷、雪球滚滚、快乐的泡泡，感觉威力都非常不错。Nice。前面好像是蛋仔广场的黄金赛车，虽然它不是金色的，但是操控和加速感觉都要比蛋仔好很多。其实我感觉最厉害的还是乐园，因为它的这个里面居然有5张地图可以游玩。据蛋蛋电影院正在施工，其他5张都是可以进行游戏的，那就相当于在迷你世界里玩蛋仔派对的蛋仔地图。好家伙，搁着无限套娃呢。总而言之，这张蛋仔地图的还原度非常高，各种细节也做得非常到位。如果10分满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会给这个地图打多少分呢？